早过去吼，疫情转来的时候，戒严的时阵吼，我讲抓人无理由的啦。你若纯粹在跟因这老记这样子，我讲你超过十二点吼，你咧路会行吼，歹势，西安那那甲你来等下警备总部。乖巧，给丁刚给你上官粉。有一个去看电影呢，半夜出来以后，在路上游荡，被抓进去管禁三年，这是真实的故事。啊、所以这个吼，我这边讲这个吼，一入去的时阵吼，上盐湾一万万，还是我买了一万万，我准备一万万吼，盐狱队吼做小队长，你知不？啊，所以盐狱队遐啷个我管的安尼，一进入去吼，这是正经是一个故意人，你知？不是兄弟，咱讲起来正经不是兄弟，正经是故意人。我问讲你是安那滴个？啊、我的深夜游荡啊，啊要摕身份证摕无啊，我都无揸，怎啊抓入来啊？抓入去的时候是去用拍到偌严重嘞，去用官兵哦、警备兵哦修理拍。为什么要打他、啊？噶、你都唔是兄弟，你都白目啊！人兄弟目睭拢真好啊，对不？会看脸色啊，一杯啊，啊做代志个慢吞吞啊，啊所以就甲修理啊，修理到尾的时候，唔则甲囥个原理队，伊讲兵啊，这个互你过。你知道啊，可能吼、正经向起来挡袂掉。一天我怎讲吼，啊无，阮园艺队吼咧外口吼弄一个小木屋，啊小木屋内底拢放厨具啦吼，啊放农药啦，无就放尿鼠药啊啦，啊迄拢爱我管的啊，所有事拢伫我遮。伊去摕的时阵吼，伊去摕的时阵，我阁无感觉讲伊怪怪，你知哦？伊去摕的时阵吼，见唔看到农药，伊就甲啉落去啊。嗯。去遐看的时阵吼，伫遐抽搐，啊口吐白沫，啊惊啊化。啊！警察发的时阵，我就按紧急铃嘛。啊！紧急铃就是有人脱逃，我就无出大代志啊。我官兵随我来哦，我来的时阵看看啉农药，怎啊紧上台东迄个县立医院。送去的时阵哦，医生讲我这个无救啊，你送来嘛无救啊，无救伊讲哦，无你归去哦，我送回去。要送回去沿乱的半路回去啊嘛。啊！断气的时阵要怎？断气的时阵回去哦，军医叫来，来死亡证明书开开的。那个叫队长吼，物件写起来吼，报脱逃，报脱逃，报脱逃的时阵，甲登来刷登来园艺队哦，刷登来园艺队的时阵吼，穿鞋起来吼，开衫穿，大腿一穿，细胞两穿，脱逃，脱逃的时阵哦，他们就是怕说自杀，他们要承担责任，对，一阵戒，一阵戒严嘛，戒严根本我讲戒严哦，你安怎死的拢唔知啊，结果佫叫。通知上报嘛，上报的时阵通知家属来着。家属来的时阵，我外孙啊，我小队长啊，家属来的时阵吼，队长就话讲，这某一人吼，因家的人，啊，你甲讲情形，啊，咱无法度啊，嘿，后壁情，你甲你拄着拄着，你敢敢讲啉落去哦？啊，无啦，迄啰吼，想袂开，甲脱毒啦，啊，脱毒吼，你就知影，去用发现就一定爱开枪的啊。因老母吼。鼻仔摸咧，死亡证明书摕咧哦，尸体要领转去拍摄，就地掩埋啊，尸体搁摕袂转去哦，摕袂转去的时候，我为着这件代志哦，去用排上风保险，都足足排一个月，就是规工哦，透早目睭一百斤饭食了的时阵哦，手铐铐咧就是安尼吼，啊下骹安尼。两个啊，手铐端，因为你监督不力，让他有时间有机会喝农药，啊所以吼、手铐两个手拿咧铐遮安尼。啊！你要上厕所啥？一天来当一遍的俩。啊，靠到暗时吼，靠到暗时回去。你怎么可能有一天只能上一次厕所？对，一天两。啊，你反正你啉啊，无你就是吼，上在裤子里面。